四姐姐是得了我要出门的消息，特意来送我的呢。品香插花，吟诗作赋，我哪样都不如四姐姐。只不过姐姐你不喜欢伯爵大娘子的雅集，不然你去了还能为咱们盛家争个光彩回来呢。我原本以为你也是个老实本分的东西，没想到也是一个两面三刀、说一套做一套的东西，给了一点好脸就往上贴。哎，你打扮这花枝招展的，是要勾搭谁呢？姐姐，你说话真是难听呢。我是去做雅集，若是有哪位郎君能够赏识个一星半点的，那也是知音而已，怎么谈得上勾搭不勾搭呢？你明知六公子在，你还打扮得花枝招展。六公子？哪个六公子啊？姐姐说的是哪家六公子啊？张家的、王家的、谢家的、李家的？姐姐，你说的是哪个六公子？姑娘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们先走吧，晚了半步大娘子可要瞪眼骂人的。四姐姐，你慢走，妹妹先告辞了。